Hello，Hello，Hello，欢迎你来，这样子。Hello，大家好，来。Hello，大家晚上好，我是可爱多品牌代言人吴磊，大家晚上好。OK， 再次欢迎磊磊来到我们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满屏都在刷欢迎吴磊，我们已经等待多时了。也欢迎呢，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朋友哈。在我们直播间接下来要跟磊磊一起开启这场救宠你的直播。那么各位不要忘了点击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的福利是满199减100的福利优惠哦。同时呢，购买宝可梦联名迷你可爱多冰淇淋呢，即可赠全球限量可爱多和宝可梦联名的公仔一个，先买先得。再次欢迎吴磊来到直播间。那最近在忙什么？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最近忙着准备下一个戏，然后一直在就是做一些准备工作啊，然后在努力的提高自己的素质。有在我们的剧组打拼，对不对？对，继续为我们各位粉丝朋友带来更多期待的剧哈。那今天其实我看到磊磊这个装扮哈，就想到了整个的萌兔农场。今天这个现场的装置你看到了吗？啊，对。对吧，粉色系甜甜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场景之后有一些回忆呢？很熟悉，就是有点像我拍广告的场景，哎，就是很有这个我们就是淘气兔的这个主题的感觉，就像那个广告片里面的感觉。对，所以呢，看到这个之后，而且现在这个天儿你也感受到了，有的时候会很炎热啊。今年的北京哇，真的是开玩笑，多热！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拍这个戏啊，有容易是这个反季拍啊，比如现在夏天可能要穿冬天的这个衣服，那就更热呀。对，所以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夏天在剧组的时候可以去品尝到可爱多淘气兔的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啊，我什么时候哎，就是在我们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或者是在剧组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来比如说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可爱多淘气兔？有啊，当然有，对不对？就是我其实还真的蛮喜欢吃冰淇淋的，就是今年还没有入夏的时候就已经天天在吃了，包括在剧组啊，然后那个可爱多也会给我送啊，然后包括还有粉丝朋友们应援的时候都有，就经常会吃，都会吃到，对不对？对。今天这样，既然啊咱们来到直播间了啊哈，好不好？来到这儿之后呢，咱们先来品尝一只可爱多淘气兔，顺便呢把这个口感啊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OK， 好不好？来，好的，来，这个应该是在平常像刚才讲嘛，在剧组的时候，包括跟身边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是的，因为这个解暑啦、降温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器了。挺有意思的，嗯，就是像这种就是一人代言，嗯啊，全组享福，这真是，大家就是要一起来，对，大家一起吃的，在剧组的时候，嗯，大家都很开心。其实这个吃上去的这个口感啊，就是我因为在开播之前啊，在场下呢偷偷的品尝了一下。还怎么样？品尝一下，当然，就熟悉的味道嘛。熟悉的味道，奶香很醇厚，然后，嗯，那个桃子的味道很浓郁。哎，在你吃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可爱多，有没有？哎呦，这歌词是这样的吗？不错哦，啊、是不是？奶香味很足，对不对？啊，而且上面那个白桃果肉就是，是精髓部分，是，会吃到那个真实的果肉。吃的时候呢，我一般都选择就是慢慢吃，嗯，不是说就不是慢慢，就是。这个白桃果肉它分好几口吃完啊，均匀的转着吃，不要一口气就把那个吃完了。嗯，然后呢，就是，最底下这个就是那个巧克力尖尖的部分，嗯，就不用说了，就是非常大家都懂啊。对，就是像磊磊刚刚说的哈，第一口呢会吃到这个真实的这种白桃果肉，嗯，然后呢再往下就最后一口还有这个尖尖的那个巧克力的尖尖的口味，非常的满足，所以说这种啊，满足感获得感非常的实在，就在我们的下方的这个购物袋里面。如果说各位也想来去选择到 get 到同款的话，直接在我们直播间去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有超级的优惠哈，满199减100带给大家。那之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会有七轮的抽奖环节，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还没下单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我们马上要进行第二轮的抽奖了。这一轮的奖品就是此时此刻磊磊正在炫的这个啊，可爱多淘气兔冰淇淋，真的真的是好吃停不下来，对不对？对，是不是要准备炫完？那肯定是要炫完。OK， 那就这样了，咱们您接着炫，咱们呢就给大家来抽这个奖，抽好不好？抽这个奖啊，朋友们，接下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次呢会有三位幸运的朋友得到我们的奖品，
第二轮呢，我们抽奖方式依然是刷口令，这次口令呢很简单，我们口令就是就这个名字啊，可爱多淘气兔。大家现在可以把口令刷在公屏上，不要打错字啊，是可爱多淘气兔。嗯，真不错，真不错。嗯，这个我刚才查下确实吃了，但是你这么一吃啊，我在旁边，我也特别想再来一只。我帮你拿，不，你先吃一个，待会儿再吃，待会儿再，你先吃着啊。然后我先给大家抽奖吧，好不好？给大家抽奖，来，各位，可爱多淘气兔已经在刷了，准备。我们请这个磊磊帮我们倒数三个数吧。嗯，一二三，停。好嘞，得亏我手速快啊！恭喜第一位一个人的阿卡贝拉，第二个是正义就是颜值，第三位是以爱你的名义保存一下。好，如果说各位中奖了，那恭喜这三位哈，分别获得到的就是我们可爱多淘气兔一盒，带给各位。好，您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客服，把您的相关的收件信息提供给我们就可以了。嗯，好的。那雷雷这边来。嗯，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你也看到了好多这个萌兔的这个造型，对不对？这年轻人是不是被你发现了哈？我们就像在一个萌宠乐园一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哈，在今天现场你看到这个神秘嘉宾 ，Yeah， 啊，神秘嘉宾很可爱，你啊，这个之前有这个养过宠物的这个经验啊，有，对，因为看到有在家里面有这个小北嘛，对，有养着呢，嗯，我看平常还会去带它，比如说这个爬个山，啊，甚至我看有做那个特别那个鞋子，那个是什么想法？什么鞋子？就是它的四个那个鞋子，哦，有没有？那个是我们去乌兰布统录《岂有此理》的时候，对，然后因为他没有去过那么冷的地方，他是深圳狗来的，嗯，我在深圳北站捡到他，是，那深圳那是很热的地方嘛，深圳那就是一年四季都不会很冷嘛，嗯，那乌兰布统零下20多度，嗯，所以那儿怕他受不了，就给他穿上鞋，你怕他，结果他穿上那鞋之后不会走路了，啊，后来就给他拿下来了嘛，啊，就拿下来之后他到外边他真不乐意走，但那鞋那地上太冰太凉了，哦。所以说他就走两三步就原地就不动了，嘿，拽也拽不动了，没办法，只能抱着他走。嗯嗯嗯。然后后来我不是就骑马出门了嘛。啊。然后他出来也就是真不愿意走，真是狗仗人势这个。你看就没办法，大家轮流抱着他，你知道吗？应该说用您的话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横店狗王。对。下一句来，三二一，横店狗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啊，退役了，他不是很那个，不是了，他现在是啊，有新号了，嗯，叫什么？我想想看啊，嗯，怀柔狗王吧，怀柔狗王，嗯，哎呦，过段时间，哦，对，换了个地儿是吧？换地儿 ，OK， 他是那个流动的，那流动的，嗯，好，那有没有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兔子一样，在家里面去喂它？小兔子有喂过吗？这种经验？我没有喂过，但是我以前抱过，嗯，我第一次抱小兔子，小兔子就尿了我一身。而且是尿了很大一趴那种，他是表示跟你亲近的意思吗？我不理解，反正就是第一次，我记得是小时候拍戏的时候，哎呦，整个戏服上都全完了，哎呦，啊，没事，今天不用啊，今天咱呢在笼子里一边看着他，然后呢再做一个亲密的互动。咱们今天准备什么呢？准备了这个萌兔特别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来，请上。会吗？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的兔子草啦，包括磨牙棒啦什么的哈，可以来给到它。来，这个 OK 了。那我要吃完。好。咦，其实这个兔子哈，你在喂的时候啊，你看，刚刚在开场之前，给个面子，特别的活跃，大哥上蹿下跳。这边这儿，哎，大哥这儿，大哥，嘿，嘿嘿，你赢了，快。他是现在吃饱了吗？这就不像我们家小北，我们家小北这个时候肯定就。啊啊！他就把它冲了，是不是？就开始各种展示自己曼妙的身姿了。Hello， 他好像对我们不是很感兴趣，或者你想尝尝这个吗？哎，哦，他原来是对我不太感兴趣。哦，没有，再来，换一个这个。对，整个这个来，再来一只，整个这个。而且这个兔子，谁家？它其实我据我了解，它应该是没有这个饱腹感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是经常喂它，就你要一直喂它，它可能一直吃，尤其是幼兔。所以， okay. 所以像这个兔子在喂的时候呢，要把握好这个量，比如说这别的人吃太多了，少吃多餐啊，少吃多餐，了解，对，少吃多餐，很可爱，嗯，很可爱 ，OK， 好，那这样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磊磊呢在前面呢，我们的老师可以来给个合影的机会哈，好不好？那要把它抱出来吗？就这样，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样可以 ，OK， 这样 OK， 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有福利了哈，啊、我们来几个屏，然后稍后时间呢还有更多的抽奖来带给大家。小赚，就是、他还哎，还在以为你手里会有这个食物，耶、yeah, 嗯，要不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他也累了 ，OK 啊，给他去休息一下。Okay, okay. 好、嗯，谢谢，来工作人员，谢谢。哎呦，今天真的是福利满满啊！好，其实就是这样哈、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就是跟这个动物的这个接触啊，有时候会这个让自己的压力会变小，就会啊有一个亲密的互动，有种家人的感觉。不知道您跟小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知道，是互相陪伴嘛。对啊，嗯，有一些话就是在家里面有跟他唠一唠，聊一聊。嗯，老跟他聊天，老跟他聊天，他会给他你反应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嗯嗯，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像这种比较调皮活泼的啊，甚至会在家里面拆家。嗯，小北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我们家小北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女子了，哦、成长了。哇，现在就是完全体了，就现在也不怎么拆家了，就偶尔就是偶尔捣捣乱，但他不拆家。嗯，然后现在就是很听话，然后就是。毕竟年纪也上来了嘛，就他现在按照人类年龄，他现在几岁？25、26左右了，大概有。25、26。对对，按照人类年龄的话。哦，你说这个现在就成熟程度？对，就是他现在已经是就是嗯，就现在就很乖了。好的，那现在还比较好带。对，而且现在能感觉到非常明显，以前出去玩那就是死拽不回家，嗯，现在玩两天自己就往回家走了。好 ，OK，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可爱多就宠你。此时此刻啊，我们已经为大家抽过两轮的这个奖了。那么之前也说过了哈，我们今天总共有7轮的抽奖环节带给大家。那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还没下单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去下单了。马上我们就要开始第3轮的抽奖了。这一轮的奖品呢，是和我们磊磊相关的，就是磊磊的这个印刷明信片要带给大家。会有3位的幸运朋友得到。当然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是满199减100。想要啊拿到刚刚磊磊吃的同款的可爱多淘气兔冰淇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我们下方的红色购物袋去下单了。全场满199减100。好，我们言归正传，马上来开启我们的第3轮的抽奖。这轮的抽奖呢，依然是刷口令抽奖哈。OK， 口令就是淘气一下。淘气一下，淘气兔的淘气，然后呢，夏天的夏，大家不要打错字儿啊。就是说让大家可以来充满一整个夏天的这种淘气的感觉啊。各位可以刷口令了，可以把打在公屏上。那么待会儿的时间，我们来还是倒数三个数，淘气一下。好，各位已经在刷屏了，来吧，我们倒数三个数喽，准备，3、2、1，停。好的，看一下，恭喜第一位是尾号是 Y2YS 的朋友，第二位是1226，第三位是创造价值，恭喜三位，我保存一下。好了，这三位朋友呢，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哈，把您的相关的收件信息提供过来就可以了。那也问一下磊磊，平时在休息或者拍摄的时候哈，比如像这样炎热的夏天，刚刚也说了，会吃到我们的这个可爱的淘气兔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解暑的方式来推荐给直播间的朋友吗？就是多喝水吧。嗯，然后心静自然凉。嗯，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心跳和心率什么的稍微慢一点点，就是不要就是越热你就啊受不了，那就是会越来越热。嗯，就稍微就让自己平静一点会好一些。嗯，然后多喝水，多喝水。对，然后其实要怕中暑的话，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就是稍微就是就是要提前让自己身体适应一下这样子那个比较炎热的。因为我小时候吧，很丢人，我每年开学典礼的时候啊。就是他就夏天有时候在那个家里或者就吹聊吹得很开心嘛，对啊，哎，9月1号开学了啊，我说开学典礼那校长和或者说那个学生代表不是要上去讲话吗？啊对啊对啊对啊，那讲话不讲很久吗？嗯，那底下都站的嘛，那站的每次我在底下站的都头昏眼花的，要中暑啊、嗯，然后后来我就学乖了，我就每次就是在那个9月1号之前那一个星期，我就会调制热的时候出去就动一动，适应一下，让身体适应一下。哦，就是提前进入那个环境。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每年9月1号。就感觉就哎呀不行，每次我都跟我后面。我以为你会说准备一个那种手持风扇啊。那不行，那都大家都站着嘛，都好好站着对吧？这样的。每年我都跟我后面的同学说，嗯，我说那个咱一会儿要是我就是感觉身体不适，我跟你讲一声，你就扶我去医务室。
哦呦，这要到这种程度，这到这种程度太热了，你知道吗？人家我爱吹空调啊，谁不爱吹空调？一吹空调，那就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以来品尝这个，哎，迷你可爱多的话也不错哦。不是，对对，但在你最热最热那时候不身体不适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吃东西，多喝点水就好了。OK， 对对，我看在剧组有的时候也会用到，比如说像这个手持风扇或者扇子这个。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小风扇。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接触方式来带给大家啊、那么各位在直播间下单的话哈，来享受到是全场满199减100，优惠力度非常非常的大。那除了我们的可爱多冰淇淋之外啊、像刚才咱们也说到了空调是吧？还有这个扇子等等等等，尤其是这个扇子啊，它也是永不过时的这个解暑利器，像上班下班或者旅行，我们都可以带着它或者手拿着都比较方便。所以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安排给大家在现在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做一把这个定制扇，因为之前有做过这个，没错 ，DIY 手工，没有，就是动手能力怎么样？动手能力，你说是哪种动手？就是制作啊。哦，这种做东西也还可以，也还可以、okay。因为我之前看到你在这个健身嘛，对不对？尤其是在拍那个《星汉灿烂》的时候，要保持那个体态，我看。对，做健身，我动手能力还可以，还可以的，还经常跟那些就是什么杠铃、哑铃啊，跟他们动手，跟他们掰掰手腕、啊，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对，所以最后是谁赢了？一般都是他们赢了，一般他们赢了，整不过他们，还是他们硬啊，他们。写作的呀、OK， 我是血肉之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现场啊，咱们来真的做一把扇子，真做。但是呢，你考虑到这个做扇子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这次简单一点啊，我们准备了一把扇子来看一下。这把扇子呢比较特别，请看。好，这把扇子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具有桃这个兔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不是很可爱？那接下来呢，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贴纸啦、一些小装饰啦。那你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在我们的这边来做一个背面，对，贴一下，做一个装饰。OK， 啊，比如说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喜欢的扇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是在某一个场景当中来使用它，贴一个冰激凌上去。在学校有没有像比如说在大学还好了，尤其在这个你像小时候啊，我们也会有玩这个贴纸啦，在书上啊，包括在一些这个折扇啊上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设计啊。这个时候呢就考验一下，不仅是动手能力了，关键是你的 idea， 那是设计感完全没有。哦，一会儿可是要讲为什么这么干的啊？为什么？还要讲啊？哎，这那不然呢？对，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贴，然后贴的呢更加的有这个装饰感，然后再一个呢也能够凸显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可以了。好了，完事了，可以了，收工了，收工了，确定了哈，收工了。好，那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在直播间。请吴磊为我们做的这个扇子，而且是定制的扇子，就是展示完成了。来，接下来展示时间啊，3、2、1，走 ，show time， 怎么样？可以吧？可以吗？可以的话，现场给点掌声哦。没有，我这个是一个人脸来的啊？怎么看？这是眼睛，这是鼻嘴，它连在一块了。哦，你主打一个绵延不绝。你这个想法是细水长流，临时来的，对不对？不是临时来的，不是有所根据的，有所根据的。我一个星期前就想好了。OK， 我发现这个现场啊，你知道这个能力还非常好的啊。我说的是说的这个能力。好的，所以说这个就又加上咱们的可爱度的这个logo， 然后呢再加上两朵这个太阳花，这就完成了。好吧，那这个呢，这是独一份的啊，独一份的，然后磊磊定制的。然后待会儿的时间呢，先请您啊。在上面呢，再留下您的签名，因为待会儿我们要干嘛呢？把这个作为终极大奖 ，OK， 要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签支，签了，好了，谢谢 ，OK， 好的，那我们就暂时先保管一下喽 ，OK， 暂时保管一下，待会儿呢，作为这个终极大奖，要通过抽奖方式来带给大家，谢谢磊磊，好了，之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第四轮的这个抽奖啊，奖品呢是跟磊磊相关的。健康磊也在我们的扇子上签名了，那接下来不卖关子了，我们第四轮的奖品呢就是磊磊亲笔签名照一张，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下单了，马上要进行第四轮的抽奖。今天的优惠力度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满199减100。无论呢是磊磊已经在现场吃过的可爱多淘气兔冰淇淋，还是迷你可爱多，这些全部都可以收入当中，满199减100，你想要的可爱多都能够来使用。再说一下我们的抽奖形式，第四轮的抽奖还是刷口令。磊磊今天呢给到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我们的这次口令就是磊磊就宠你，磊磊就宠你，各位可以把这个口令刷到公屏上了。好，那么看一下大家现在这个的这个刷屏程度哦。好的，那么我们待会儿时间马上要抽奖了，我们请磊磊呢再次为我们倒数三个数，来，三二一停。好的，恭喜到的第一位是6553，尾号是恭喜。好，第二位是88iqi，还有第三位是 VGALG， 恭喜三位。好的，那这三位呢可以把您的相关收件信息哈、啊、来给到我们的朋友哦。哦，对，我刚刚抽的是我们的签名照， I'm sorry， 所以呢重复一下，刚刚我们的第一位啊，第一位朋友是我们的获得签名照的啊。好，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后台客服，提供一下相关的收件信息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提到过哈，是整个承包了观众朋友们的整个夏天。那我们今天呢不仅有好吃的淘气兔这一款冰淇淋呢，马上要带给您的是刚刚磊磊提到过又好吃又好玩的迷你可爱多。那说到迷你可爱多之前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小北，现在小北在剧场，我看到也在剧组的时候特别的这个听话，比如说导演喊开始，他就不会再乱跑啊。没有，他不在现场的，不在现场的吗？他不会在我们拍摄的啊，不会在片工作的区域，只会在我休息的那个区域。对，他不会，就基本上是不会，因为其实到了现场就是工作了嘛。工作，那拖家带口也不能影响工作。那是，那肯定不能的，那肯定不能的。就是一般小北就在我休息那个区域。OK， 然后大家比如说放饭啊，工作人员放饭，或者说有工作人员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都会出来，是就溜达的时候都会跟小北来玩一下。所以小北每天也不寂寞，就很开心。对，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其他一些朋友也会带着啊他们家的这个宠物狗，然后大家一起可以交流交流啦，包括他们这个小北跟其他的一些啊同样的这个朋友在一些互动，有吗？没，还有几乎，或者说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啊。对，我又没什么，身边没，就是没。他们很少有养对这个，对，而且大家都比较忙。那小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印象深刻的或趣事吗？小北最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趣事吗？让我想一想啊。小北最近，小北最近就还好，还 OK， 还正常。对，小北最近在，就是最近，小北最近就是。资源还可以，就是哦，对，有人会找小北去做一些，就是工作，就是他可以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了。但是呢，我们家小北吧是，就是眼高手高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很挑的。怎么？哎呦啊，不是啊，一般的他不，哎呦，所以说一般的工作还对，我得先看一看，挑一挑选。而且作为经纪人的我也是很负责的到位的啊，就是。为他筛选好的露面的机会，对，这点还是蛮重要的。没想到啊，这个现在小北都已经开始可以呢给他自己更多的支持了，是不是？对，哎呀，这是厉害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跟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宠物啊去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所以那种油然而来的那种幸福感，可能幸福感有时候你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或者是跟宠物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呢当你品尝到一只可爱多淘气兔的时候，都会马上而来的这种幸福感，它是瞬间的。所以说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品尝得到像这样的可爱多淘气兔也好，包括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联名款，哎，都是可以的。今天在直播间还有更多的福利，是满199减100带给大家，您不妨呢今天在直播间啊，而且吴磊也在我们现场，可以来跟大家的分享过程当中您去选择到您喜欢的这个产品，然后分享给我们身边的家人啦、朋友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还会来具体给大家介绍到我们的联名款，比如说我们的迷你可爱多，因为在我们这个剧场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片刻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可能说这一只我可能现在呢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品尝，那有来一个小只，是不是，或者有一些小朋友的，
就来这个小吃，又小只又可爱，然后呢又能够感觉到它的美味，所以是不错的啊。好了，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吴磊说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可以刷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比如说之前有品尝过我们可爱多淘气兔的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一款啊迷你款的，都可以把您品尝过的口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已经是品尝过了这样的一些味道，应该说是让您记忆犹新的。而且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明信片啊，刚刚有通过抽奖的方式带给大家，总共今天安排了7轮的抽奖，稍后时间还有更多的抽奖环节，比如说我们的亲笔签名照还有到我们的这些产品的周边都会等待着各位。在我们这次跟可爱多的这个比如说广告片的拍摄当中或者是合作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吗？比如在拍摄现场有没有一些趣事好玩的事儿都可以来讲一讲。拍摄现场，对，还记得吗？可能有点遥远了哈，时间有点久了，有点久了，有点不太记得了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我们可爱多的淘气兔啊，你去吃的时候的第一口的感觉还记得吗？那种幸福感。这个当你品尝上，当时吃的时候其实也是第一次吃嘛，因为产品还没有彻底的开始铺，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是蛮惊喜的，就是因为我过去都是基本上只吃那个巧克力味啊。就是那个就经典的巧克力味是，然后后来就吃到这个，觉得这个也是很新奇的味道。好，那我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可爱的淘气兔。而此时此刻呢，这个桃子正是新鲜上季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啥意思？桃子就真实的桃子、OK 大桃 OK 现在正是那个新鲜上季的时候，嗯，所以呢正好我们在品尝大桃，也可以来品尝一下带有淘气的可爱多淘气兔的这样一个冰淇淋，也是不错的。你像大桃有很多的品种嘛，像油桃啦、蟠桃啦、白桃啦，是吧？等等等等，哎呦，是不是不错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呢，不如直接先来品尝一下可爱多淘气兔当中的这种桃子带给你的这种美味。好了，朋友们，稍后呢，我们会带着迷你可爱多以更多的方式来宠大家。稍后时间马上回来，我们先看一个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耶耶，又回来了。Hello, OK, it's me。刚刚呢，咱们是在这个萌宠的啊一个农场。那现在呢，咱们是萌宠的乐园。这些场景应该是都是跟当时拍摄的时候差不多。对对对，还是差的有点多，但是也差不太多。对，就是熟悉的感觉。对对，熟悉的感觉，对不对、？OK, 刚刚比如说也聊到了哈，像我们的广告片的时候，印象深刻的事儿，哎，还是要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啊。或者说现在能够回忆起来，其实刚才我看广告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刚刚不是插广告？对对对对，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拍的时候，我在那个就有跟那个玩偶互动嘛。对啊，其实那些玩偶蛮辛苦的。就是他们因为穿那个蛮很热又很重，然后他们有真人的人偶是吧？对，然后穿的衣服要穿很久。嗯，就当时还是觉得他就拍摄的那个团队也好，还是什么都很用心。嗯，而见到那个皮卡丘，他们觉得很可爱。嗯，对，对。就是感觉到他们这个形象很可爱，但是人呢还是非常辛苦的。对, 对，而且就是他们就是很专业的，因为他们就是很专业的进入角色了。那是不是说就是拍的时候，他才可爱、嗯，是他不拍的时候，他也是处于那个他穿上那个衣服的，只要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一直是那种状态，就是皮卡丘的状态、哦，而不是就是只有拍的时候是那个状态。Okay. 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听。给这个我们的啊，当时拍广告的时候，我们的各位啊，辛苦的工作人员点个赞，好吧？所以你平常有这个收集公仔的喜好吗？还 OK, 我有买手办的喜好。OK, 你看咱们有一个什么呢？可爱多跟这个宝可梦联名的迷你可爱多，这里面呢也会有公联名系列哈，一共有4种组合口味带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白桃和玫瑰口味，它是这种花香。果香在一起依次能够满足，还有蓝莓和草莓口味的，以及芒果口味、酸奶口味，以及这个香草啊巧克力口味，两口味组合能够让大家依次尝遍2种经典的口味。那重点来了，如果说你喜欢拆盲盒啊，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每一个盒子里面带给您的宝可梦款的这个迷你公仔啦，好吃又好玩。而且刚刚您说到这个比如说宝可梦的这个公仔啊，我们迷你可爱多当中也可以去收集得到。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如呢
在现场再品尝另外一款，好不好？ OK， 这个蓝莓口味的迷你可爱多。好的，谢谢。哇，你看，这就是比较可可爱爱的这种。可以。嗯，现在呢，我手上拿这个就是一个包装好的啊，蓝莓口味的，就这个口味还可以吗？哎，很可以，还可以的啊 ，blueberry 啊。然后可以尝一尝，然后分享一下这个蓝莓口味的这种口感是怎么样的。这个应该不会，你知道，这个软硬度应该比较适合。对对对对对，这基本上我们在如果要真的炫的话，我觉得可以一口一个都没有问题的。我为了美观，我还是不一口一个。我说如果真的要炫的话，而且就是得慢慢品尝。对，越小越精致。哎呀，哎呦，什么感觉？酸酸甜甜的，对，那个蓝莓的那个味道，嗯，加上巧克力的那个部分。就味道很丰富，嗯。所以你看，当这个我们打开之后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也比较好分享，因为就是一个一个这种小汁。哦，来给大家看，给个近景喽，看一下，哇，这里面呢，打开一盒，比如有我们的这些朋友啦，啊，这个闺蜜了、同事啦，都可以来一起分享这整个一盒，非常好的这种幸福感哈。好了，那个里面呢，应该会尝到这种真实的蓝莓果肉啊，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说各位也想吃到蕾蕾同款冰淇淋的话，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今天有满199元100的优惠福利，当然喜欢宝可梦的朋友们更不能错过了。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赶紧去下单了。这里面呢，我看一下哦，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手办，让我打开瞧一瞧。嗯，这里面哈。一共呢为大家准备了6款，哎，皮卡丘，哎，你看看说什么来什么，这年轻人，这是啥呀？甜甜圈吗？哦，我以为是吃的，就是手办啊，玩的，不好意思，这个是算是甜甜圈还游泳圈什么的，反正就是手办形象嘛。哦，不是，这个是皮卡丘坐在这个上面，还是坐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啊对啊，对，他戴游泳眼镜啊，哎，误会啊，所以你看这里面拆盲盒的感觉就是这种，我还以为是小北的玩具呢，啊，磨牙的哦，也可以哦。嗯，好了，那小能吃下去，是不是？嗯，好，那大家如果也喜欢的话，想要跟蕾蕾一样，哎，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呢可以解锁不同的惊喜时刻，那现在就可以赶紧入手了。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哈，直播间福利多多，又到了我们马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抽奖。第5轮的抽奖要来喽！这次奖品呢就是迷你可爱多冰淇淋，口味呢是随机发给大家的。想要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直播间抓紧时间去下单。那么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哈，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和路雪京东自营旗舰店领取到一个满199元100这样一个券之后去下单，然后还能享受到更多优惠。来吧，我们第5轮的抽奖，同样会有3位幸运的朋友产生。来，我们这一轮的口令给大家解说一下哈，就是一口解馋。再说一下，一口解馋。好，大家先把这个口令呢可以刷在公屏上了。稍后时间，蕾蕾再帮我们倒数3个数，好不好？3、2、1，开始。够快啊！好，恭喜第一位罗老师心腹，哈哈，第二位真的太酷了。第3位是不是我中奖了？恭喜，是你中奖了啊！大家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客服，恭喜您获得的是随机口味的迷你可爱多冰淇淋各一份，提供相关的收件信息就可以了哈。来，再跟聊一聊，就是在平常我们在这个拍戏的工作的时候哈，生活当中自己会下厨吗？有没有自己做的拿手菜了什么的？会做点什么东西？会下厨，就会做点简单的早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会做点简单的菜，然后就是就是比如说煮方便面，那不算做菜，没有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然后偶尔会自己做点、但是现在都懒了，都点外卖了。哎，会不会比如说健身之前做一个那种健身餐之类的？都点外卖了啊，点啊、对，会自己冲个蛋白粉啊什么，但喝的基本也少。好的，反正我们人生当中啊也都要尝试一下嘛，比如说有些新的挑战啊，新的、我有一段时间关在家里的时候是经常会做饭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我不信，真的，你不信就对了。你得说我做什么了，是不是？啊，没有，就是你，就是不能说话，不能。首先第一啊，你都不信了，没有，我不信他让我信嘛，对不对？没事，我自己信就好了。
OK， 好，回头去找一找，好不好？看看那个磊磊刚说的那段时期都大概做了一些。那其实我做饭水平确实也就一般，我做的东西只有我自己能吃。有没有比如说朋友吃到过，你觉得哎还不错，然后后来选了什么样的评价？他们应该只是在恭维我。也不是恭维我，他们也只是在安慰我。你觉得哪有一次我喊我的朋友来我家，对，我买了四块上等的牛排给他们做，然后嘞，然后他们吃完之后，称手，拍手称赞啊。但我后来自己尝的时候，觉得也就一般。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他们估计也是安慰我，因为他们来了之后，我说就让他们在你们坐，我就说你们就啥也别管啊，谁都不准起来，帮我谁起来我不准急，自个儿完成，我就全部从头到脚 ，OK， 然后。就是到最后他们还是来帮我了嘛，啊，但是就是简单的帮了一下，因为他们也不好意思坐着。是啊，我就说你们坐，打一下手嘛。啊，到最后呢，吃的最开心的，是我朋友带来的麻辣烫。啊，对，是，嘿，这精心准备的牛排，不是麻辣烫，麻辣拌，麻辣拌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麻辣拌。哦，哎呦，太好吃了，那就哦，合着自己准备的这个牛排本来是主菜，结果。啊，就是结果就被他那个烧压了一头啊，对，心意很重要，心意很重要啊，所以说你看就通过这个挑战还是能够有一些收获的嘛，最起码收获大家的是吧，是拍手称赞，对啊，这个记住就好啊。 OK， 好，那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啊，其实大家看到我们可爱多啊，尤其是迷可爱多这个颜色啊，就是包装盒颜色很出挑，各种各样的颜色。关于颜色呢，这个最近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点啊，叫做多巴胺穿搭，那是什么？就是一个比较时尚的，然后呢能够带给人这种是吧？这种甜蜜感觉的这种多巴胺穿搭。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现场呢做一个多巴胺穿搭，但是不是给人弄？那给什么？给我们的这个可爱多，我们用这个迷你可爱多来做一个饮品， okay. 好不好？来，工作人员可以来准备一下啊，我们有。准备这个四款的产品，现场呢我们 DIY 四杯迷你可爱多的这个多巴胺饮品。好 ，OK， 这个我不知道对您来说有没有难度哈，反正现在呢，您可以现在看一下这边，我们这儿呢摆了四个，不用，我很有又来了。那个在家里面做牛排那个气质来了，我今天给来一个麻辣拌。好，我们看一下这四种不同的饮品啊，戴个手套。这三杯您可以呢在这儿选一选不同的水果放进去，然后呢再挑一支咱们的这个迷你可爱多放上去就可以了。OK， 然后待会儿这三杯做完之后呢，等于先好像也没有必要戴手套哈，没事戴上吧。嗯，这边草莓，哎，草莓三杯，然后最后还有一杯是需要这个草莓不专业啊，它上面这个绿色这个啊没有去掉，这次没有拔，我扒一下，精致啊，生活就要专业，专业精致，要求高。我只不过是输了麻辣拌一头而已。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专业，这个永远记住了啊。啊，对，嗯。所以要来个草莓。对。就洗过了吧。嗯。丢到这个红色里面好了。好。好啊。感觉有点黑暗啊。来，还有嘞。还有。我们这里面准备了有西瓜哈，还有芒果。你帮我把这几个你说给拆了。啊，开多，好的，没问题。还有这个樱桃。OK。OK。可以，有那个感觉。两个就好了，没有问题。三个像上香，对吧？然后这个蓝的给它来一叶薄荷。我发现这个磊磊这个想法。啊，真的是天马行空。没有，不是，你看嘛，啊，我现在给你整三根，哎，你别，这像不像三？不要，我这个画面我们可以脑补得到，我们可以脑补得到。来，这是一只，OK， 再来一只。我，那这样子那就不方便拿了，这个感觉不是个好的 idea 啊。啊啊，但是没关系，没事。啊，对，咱。做成什么就是这个完美的，好吧？这个问题来了，它到时候怎么吃呢？它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更多的就是一个看，以看为主。可以啊，火山爆发。好，再来一只。再来一只。好的。对，也可以这样啊。再来一只。再来一只。好，然后呢？那这只放的什么？这杯子放的什么水果？
这个里面放还没放薄荷放了啊、哦、薄荷放两粒芒果吧。好的好的好的，哎正好你看。我好像找到为什么麻辣拌能压我一头的原因了。为什么？就是在甜点方面，我还需要再精进一下。哎，你玩对 ，OK。好，可以，完成，可以，好。抽三个倒霉蛋吧，这三个吃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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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咱们就展示就，展示就可以了。也不用我吃，也不用你吃，也不用任何人吃吧。可以，哎，这个一会儿可以这个品尝一下啊。可以了，不用了，不用了。还有，干嘛？这只是小试身手。那接下来呢？这是第四杯，咱们要做四杯嘛。啊。接下来呢，就需要我们来就是完整的做一杯了。这三杯等于是我们点缀了一下。啊、小试牛刀。对，这个直接破釜沉舟，对吧？我懂。OK， 来给我。好嘞，谢谢。哇，这杯咱们先加入的是冰块。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芒果，芒果精啊，它很甜。好嘞，然后再倒入的是酸奶。咦，有感觉喽？感觉快去厕所了，对吧？不是这个，我感觉，不是。可能加入可爱多就好了。哎，接下来来了，对，点睛之笔。等一下，第二水果，来个樱桃，哎，还加点别的不？再来点芒果，其实，在家里的时候啊，如果大家这个回去练一练，是吧？然后呢，准备一些这种水果的拼盘。然后呢，再准备上咱们的可爱多的这个迷你可爱多，真的是可以做一杯特制饮品，来自己啊，或者是家人来、朋友来了之后分享一下，满满的心意啊。好，就这样吧。好了，展示，鼓掌。哎呀，太棒了。好，这个我觉得可以压过那个麻辣拌了，是吧？可以吧？好，谢谢，好，非常的完美，非常完美哈！我们这个每一个都为大家去亲自啊，这个操刀，然后做了一下，基本上每一个呢也都插上了我们不同口味的迷你可爱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做完之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这个做的一个心得，比如说我们挑选什么水果啦，就是我觉得像这种迷你可爱多，就是它有很小巧嘛，其实有很多种吃法和玩法。是啊，大家可以找最适合自己的，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就是放飞自我啊。懂的都懂啊。是的，所以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您也想要去一起 get 的话，现在呢，我觉得您可以在直播间先去下单一下哈，然后看到直播间好多朋友们都在这个说这个颜色哈。确实是很漂亮啊，确实不错，确实很好看啊。对对，跟我刚才跟那个，你看，我跟请朋友们来我家里吃饭啊，我说我做的忙前忙后，大家说哎，还不错，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对，是的，所以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此时此刻呢，我们马上要进行到的就是我们下一个啊，马上给您分享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第六轮抽奖了。刚刚这个五轮抽奖当中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参与进来，而且中奖了。那这一轮没有去下单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马上开启我们的这个更多抽奖。这一轮还有我们的满199减100的这个券啊，等待着大家，全场都可以去用，您就在今天下单就可以了啊。那么马上要给大家抽奖的时候，是我们磊磊的亲笔签名照一张，会有一位幸运的朋友产生。再说一下我们的抽奖形式，刷口令抽奖。那么口令就是可爱。多一点，可爱多一点，大家不要打错了哈，可以把这个口令刷在公屏上。那么可爱多是可爱多一点啊，朋友们，可爱多一点，来准备，请磊磊倒数三个数，一二三，好嘞，一 ，I'm sorry， 帮我解一下，
好，各位请继续的在公屏当中刷一下啊，我们待会儿呢抽的是我们磊磊的亲笔签名照一张，会有一位幸运的朋友产生。那此时此刻呢，您一边呢在等待我们这一轮的抽奖，一边呢可以点击下方的红色购物袋。今天在直播间磊磊给大家推荐到的更多的这个口味的啊，比如说迷你可爱多，或者是我们的白桃玫瑰口味的，都可以来选择一下。来，三二一，走。嗯，我公布一下这三位啊，第一位是一个人的阿卡贝拉，第二位是 EFWJ， 第三位是王一冲仲锦鲤。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当然我们这次要抽一位，抽一位就是一个人的阿卡贝拉。他中两次了，好像是哈，刚刚有念过他哈。他中两次了，你可以中两次吗？可以的哈，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哈。OK， 这次要中的是您的签名照。哦，厉害，恭喜，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客服，提供相关的收件信息就可以了。那这几轮互动下来呢，不知道直播间各位跟我是不是一样感觉到磊磊的这个距离啊又拉近了一步。所以接下来时间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准备了一个游戏叫做快问快答和答非所问这个小环节。快问快答呢，就是所有的问题答案都是二选一，答非所问就是不管问什么问题我们不能说出正确答案，就不按他这个逻辑来。 OK 完全不相关，当然回答错了也会有一点小小惩罚。嗯，好，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玩这个快问快答，嗯，好不好？迷你可爱多产品喜欢什么口味？蓝莓还是香草？蓝莓。迷你可爱多萌宠系列一共有多少种口味？六种还是八种？六种。六种，再想一下。还有两种在我肚子里。哎，嗯，就刚刚品尝的那两种，对不对？嗯。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是看恐怖片还是坐过山车？坐过山车。坐过山车。嗯，每天早晨起床先刷牙还是先洗脸？先洗脸。觉得，啊，不是，先刷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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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哈，哦，先刷牙，因为那沫子知道可以洗掉了，是这个意思。哦，好，觉得自己更偏向于冷幽默还是热场王？这一点很重要。来，好好回答一下。我是，嗯，想一下，我是冷幽默还是热场王？对，你觉得你真正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我是冷都有吧，啊，就看局。我也不看局，我就是冷幽默之热场王。嗯嗯。你觉得我 get 到了吗？你我应该是 get 到了，你 get 到了。好，经过快问快答，大家已经看到磊磊的反应速度还是啊挺快的。当然了，里面呢也需要大家去到底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啊，磊磊说的到底是我是一个幽默这个冷幽默呢，还是热场王呢？可能要真正接触一下才能知道啊，对吧？我是一个其实都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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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分时候，可以看心情，看心情，看心情，是比较随心所欲，为所欲，不是为所欲，就是比较随性一点。我觉得大家就是也不要给自己太清晰的定位，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活得自然开心比较重要。好嘞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终极挑战了，答非所问啊，这个准备好啊 ？OK， 今天早晨吃了什么？我明天工作。你大约多久骑行一次？我后天也工作。跟直播间的粉丝们说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我要大后天我还工作，还可以这么玩吗？啊，对。吃饺子你会干什么？我大后天的依然还是工作，这游戏没法玩了。对对对啊，朋友们啊，不能这么玩，不能这么玩，那重新来一次，重新来一次，重新来一次，好不好？重新来一次哈，就是一个单不能重复啊。OK， 对吧？加一个这个规定啊，不能重复。嗯，再来啊。嗯，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今天的月色可真美啊！你大约多久骑行一次？我明天早上准备吃，豆浆、油条，还有要整个啥呢？麻辣拌。不，早上起来吃那玩意儿，差不多，整点肉松吧。哎呀，好嘞！跟直播间的粉丝们说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哎呀，这风扇这风啊，虎虎的，大。哎呦，那个是蟹子进去了。OK， 小问题。吃饺子你会蘸什么？我喜欢骑自行车。啊，这个还可以了，还可以了，这就等于是其实我们玩过一遍了，但是还可以的，对不对？还可以的啊。好了，我们可爱多淘气兔白桃玫瑰口味的甜筒啊，也有很甜甜的夏天的感觉啊。今天的穿着也是甜甜的感觉，所以呢，最后呢，啊，我们不如呢，请磊磊呢再宠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啊，尤其是喜欢可爱多、喜欢磊磊的朋友们，我们有一个小道具，这道具呢还真的是特别符合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场景。但是萌兔乐园，萌宠乐园嘛， okay.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兔子的这种兔耳朵。嗯，好，谢谢。这边呢有两副，一副大一点的，还有一副这个稍微小一点的，你可以选择一副。我选择这个吧。
啊，嗯，然后呢，我们可以佩戴在我们的这个头上。哈，我就是奥特曼，奥特曼就是我，如何？哎，这也不错啊、哦，是不是？这个想法很好，这个想法很好。有没有觉得我是个很严肃的人？这个我有没有觉得我很有气场？就是我的连瞳孔都是这种泛红色，然后马上觉得马上就要变身了，一会儿我就是一个就吸血鬼之类的东西。雷雷，我现在感受到了你刚刚说那个啊冷幽默，也有日常哦。我比一下，试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感觉好不好、嗯？你是怎么比的这么？对对对，还是这样？哎，有不错，哎，对，我觉得就对了。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啊、哦嗯，拍个照片，然后回头看一下。OK， 完美。对，这是比较大的，就 OK 了哈，反正有这个感觉就好了。OK，、嗯、好的，那么也再一次谢谢磊磊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你看，我们玩了很多的游戏，也品尝了很多的这个口味的。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最后。在离开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彩蛋，什么？准备了一份礼物带给你。来来，我们这个礼物请上。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可爱多的花束。哇！来，献给你，献给你。这个是什么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哈，你送给了粉丝们一束这个啊冰淇淋的花，所以我们也会同样回馈一份。真不错，怎么样？可以。哎，这个颜色蛮大的。我一会儿就给我的工作人员们全部吃掉。而且这上面发出去，一二三四五六个呢。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记录一下这个非常快乐的这个时刻。我们也希望磊磊呢可以在之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开心、自由、自在啊，做一个让他随意一点、real 一点。OK OK， 好了，我们最后呢，磊磊在直播间跟我们共度了这样的一个小时，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的吗？非常开心啊，大家能够来直播间支持我，支持可爱多，非常开心。然后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嗯、然后开心最重要啊，没什么别的，注意身体。然后我最近也在努力的工作，希望到时候能继续创作出好的作品，然后给大家瞅一眼吧。啊，嗯、好嘞、嗯，我们谢谢磊磊，期待磊磊有更多的精彩作品带给我们，祝磊磊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稍事休息哦，好，谢谢谢谢，拜拜嗯。拜拜